下午安，很开心让我们在这个时间，每周日的下午，我们可以在这个中国礼拜的时间见到大家。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用这些诗歌，还有献上我们的心，一起来敬拜上帝，打开我们的心，预备我们的心，还有预备我们的耳朵，来聆听上帝要对我们说的话语。 心里，主的权柄，主的道。
宝贵是家，地那么赐我生命。主耶稣，我俯伏敬拜你，宝贵是家，地。
这里敬拜你。特别今天是这个上餐主日，主耶稣当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每次每天都来思想你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救恩，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孽，所以让我们可以跟上帝没有距离。主耶稣，感谢你为我们做的牺牲，也感谢你无条件的爱着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每一个在这里的会众，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圣餐主日再次感受到你宝贵的救恩。奉主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今天我们六月份的第一周呢，我们都知道是圣灵降临周，然后呢又是我们就是纪念耶稣基督领圣餐的主日。对，这个时间呢，我们首先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。所以오늘우리6월첫째주일입니다첫째주일은우리성경강림주일이고